妈，你吓我一跳！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你怎么不多聊会儿啊？有什么聊的？切，这没什么聊的。亏我还厚着脸皮蹭上张叔叔的车回来。张叔叔送您回来的？对呀。那个坏小子，你笑什么？你笑啊！切。 给你机会，你不抓住了？妈，你说一男的赖在人家酒店不走，那多不好啊！什么？哎呦，什么叫赖？什么叫赖呀？你怪我，好吧，怪妈妈。你从小我把你教育的一板一眼的，行了吧？人家是不远万里来咱们这儿，你一个男孩子，你多往前迈一步，不是你多迈半步，又怎么了？ 真真这小姑娘多好啊，又实在，又善良的。你一般的小姑娘都不像她这样的，正正经经一小姑娘。你不说别的，微博的名字都起的就那么好听，真心真意。妈，真心真意。对呀，真心真意呀。今天那个她给我下载了一个微博，我们俩还互相关注了，你看看。 我查了一下他，人家在网上又不卖萌，什么又不跟乱七八糟的人瞎聊，特别正经，规规矩矩的。你这孩子真是。花。 景先生，刚才有女子在说吗？景先生，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作品，而且这次人家设计大奖，你肯定可以拿金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赶时间，谢谢。景先生，景先生，温床。没有人生的遗忘，不你绽放的玫瑰花香。真真啊，阿姨，小邵，哎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儿子景然，啊，儿子，这是程真真。 真心真意，匆匆回国两天，没有机会一晤，望下次有机会认识，当面请教。一定会有机会的，一个人在国外好好照顾自己，一路平安。原来你一直都在我身边，真心真意，真真。 说啊，这几个房源应该就能覆盖六人看房团所有的需求了。你想想，学区房、地理位置、价格，这已经是我们系统里边性价比最高的几套了。行吧，那我一会儿带他们去看看去。他们要是再看不上，那可就不怪我了。哎，我还是再给他们多找两套吧，万一又不行呢？ 行了，你别管我了，你干嘛？哎，珍珍。谁呀？珍珍。怎么是你啊？
等我一下啊。你不会化妆去了吧？哎，你跟我视频是不是特紧张啊？你是不是嫌你刚才穿的太丑，然后也没化妆，然后你现在去精心打扮一下，然后再回来跟我视频？不会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旁边好多人呢，你别那么隆重，你就弄得我都不知道。你忙你的，忙你啊。啊。我这么早过来没打扰你休息吧？没有啊。啊，我过来是说想带你出去走走。哦，好啊，一块儿出去走走。对。这花儿。啊，花。哦，对，花儿送给你的。给我。陈真真，真消失了啊！陈真真，陈真真，手机把人给弄丢了。哇塞，这意大利的早上也太舒服了吧！你知道吗？我一晚上都没睡，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累。那是因为你现在有时差，等你下午的时候你就该困了。这你干嘛呀？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那你吃得惯吗？嗯，虽然比国内便宜点，但是好吃。那你还挺适合在意大利生活的嘛。哎，等一下。嗯。随便看。哦，里边请。可以啊。可以呀。墙皮掉的厉害。嗯，是。这卧室不小啊。这点挺好的。这应该是朝南的。嗯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哎，这边就是卧室是吗？啊。那这就是一个小阳台是吗？嗯。来，姑娘。哎。朝南，这朝向太好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对，就是墙皮有点坏。嗯，妈，这地板也得换一下。家具全换，全新，那是后话。我去看看厨房。哎，老于，这不错啊，厨房，我喜欢。可以。不少花钱啊，这个。对。啊，这太破了，这个地板。地板呢，肯定是要换的。你换这又是一笔钱啊！那你总得花这个钱，你这才能。但是关键它防水没做好，我们得把这个。没错，你看这个边儿。对呀，那都是后话。这是换的，我觉得得现在看。现在那个叔叔阿姨，你得全面看。阿姨，不能说你没事。那个叔叔阿姨，那个我大概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那个这房子刚才咱们也大概看了一眼，这个房子呢是我今天带你们看的最后一套房子，也是性价比最好的一套。交通方便，出门走路5分钟就到地铁站了。这房子呢看着是旧了点，但是公摊面积小，得房率高，满五唯一，税费低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在350万之内，完全符合咱们的预算。我是觉得吧，我就觉得它那个房间太少了。你说我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我们想儿子的时候面来看看的，那我们老两口往哪儿待呀？总不能在这个客厅里搭个地铺吧？亲家，亲家，你太会算了吧？啊，把你们老两口算进去，你为什么不把我们也算进去啊？算你更不够住了。不是，你们还是不够住，所以我刚才没说全。田阿姨的意思呢，我明白。是这样，田阿姨，就是现在在上海吧，大部分的白领的购房过程呢都差不多。
刚结婚的时候先买一套小的，两个人在一起奋斗奋斗，等攒点钱了以后把这小的一卖再换套大的。这房子您别看小，但是性价比高啊，而且又是学区房，到时候您再想卖的时候绝对不愁卖。因为现在这个房价，我想叔叔阿姨都知道，这一天一个变化，你想买到这个又符合预算又符合这个功能性的，它确实很难。碰着了您就得赶快下手，要不马上就让别人抢走了，到时候你再想买回来那就更难了，是不是？小少说的对，现在的房价你们也知道，恨不得是一天八变。你要是这个再不决定啊，多出个十万八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，好吧？青青，你这真有意思啊！怎么了你啊？怎么？你怎么想的？人家是卖家，人家说这个好啊，房子好，那说到天上了，你也顺着人家，你队伍站错了，你好，脑子有问题你？妈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咱们回家再说行不行？谁脑子有问题啊？哎，我们跟着这么多的中介公司看了这么多的房子，我就是觉着这个房子是性价比最高的。小少，我喜欢。如果我们买了，你就是功臣。谢谢阿姨。当然了，我肯定是希望我的姑娘能住到一个大的房子，但是没用啊，我的话她不听啊，没办法。你要是有本事找到一个有实力的婆家，那也用不着娘家跟着出来付什么首付款呢。不是啊，愿打愿挨啊，你女儿死乞白咧的非要找我们儿子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家就这种条件，我们也没藏着掖着，我们也说我们家有多少多少钱，没有这样吧？不俩人非要弄在一块儿吗？你希望你女儿找个有钱的人，能买大房的人，那你得有命啊，你得认命。亲家母，我还希望我儿子能找一个带大房子的儿媳妇呢。话没这么说的啊，啊，那古人不就是常言说啊，那是男方娶媳妇儿是婆家买房子，男女方准备房子，如果女方准备房子那可以，那男方叫什么来着？对，叫入赘，入赘是吧？入赘不是什么叫入赘呀？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点儿。我看你啊，不读书不看报吧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新时代，讲究男女平等，啊，这婚姻自由，婆家备房子，那都是过去的老讲究了。哎，这个老讲究，哎，这老姑娘是谁讲究？叔叔阿姨，那个是这样啊，你看那个今天咱也转了大半天了，是不是？知道那个也有点累了，所以难免火气大，咱先消消气儿。咱今天干嘛来了？不是买房子来了吗？是不是？买房子好事啊，所以咱先把房子这事儿给定了，你们看行吗？对。邵先生说的对，爸妈，咱们都少说两句。哎，这看房子吧是开心的事儿，怎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？你我是没说话呀，我到现在我说一句话了吗？真是有意思。静静，你说是说的很难听了。你看见了我说了吗？妈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就别说两家话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和谐一点，不团结的话，咱们就不要再说了。小姑娘，你的意思是我在破坏团结啊？我是让你婆婆认清形势，我是说，有的人不要太好高骛远了。看了这么多的房子，我就觉着这个房子性价比最高。你要是现在不决定，你会后悔的，连这都没了。姑娘，听听你妈说的，你妈说的有道理，该出手时候就得出手，不要犹豫来犹豫去。你看我们四个老人，这看房看了半个月，那住那个酒店，哎，什么酒店？那住那个宾馆，那得花多少钱啊？那是。不是，那宾馆才能花多少钱？那是小钱。我们买房子一辈子事儿是大事儿，这是大钱呐。您说实在的，我们老两口为了给儿子买这房子，花了我们一辈子的积蓄。然后我们在老家是大房子，为了买房子，我们卖了那个大房子，现在住的小房子，不就为了凑这两个钱吗？你们出的40万是辛苦钱，我们出的也不是枪打来的。那也是辛苦钱呢，我就说都是辛苦钱，那能不能好的嘛？你们不要再吵了，这不都是钱闹的吗？如果我们钱多的话，不就不这样了吗？有人在啊？哇，这么多人啊！不好意思，叔叔阿姨，都是来看房的。你来干嘛？我带我客户也来看看这套房子，你不介意吧？我这正看着呢。哎，不是那个叔叔阿姨，没事，你们看你们的，我们看我们的，互不影响啊。没事，咱们先来后到。没事啊，叔叔阿姨，先来。没事，不影响，不影响，咱们接着聊，不影响。
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啊，目前这套房子是这一片啊350万价格当中啊性价比最高的那一套了，最适合什么那个小夫妻啊，什么单身人居住了。你看这窗户这朝向多通透啊，之前呀有几个客户啊一直对这个房子很有意向，我估计啊没准过几天这房子就要出手了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这房子性价比、地理位置确实不错，但是买房子这种大事，你得让我回去好好想想。还想啊，美女，你要是再犹豫，没准这房子就是别人的了。不是不是，郝美丽，郝美丽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我带谁看那套房，你就非得要跟我抢呢？你为什么要跟我抢？那个小邵，你别这样说。这我这是正规卖房，再说咱俩是同事，这凭能力卖房，谁卖出去算谁本事。啊，对，那个谁先买谁先得。啊不，我这我们先来，我们先还没怎么着。小邵，这房子是不是我们先有意向的？是，我们买或者是不买，是不是要容我们家里人商量商量啊？那应该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不是我，我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谁先付定金，这房子就算谁的。这样吧，郝小姐，我先付定金，麻烦你联系一下房主，让他尽快跟我签约。啊，不行，这房子明明是我们先看上的，凭什么你们插一杠子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哎，小邵，哎，你给句话。那个，不是你，阿姨，您先别着急啊。他买房子他是有规矩的，不是说谁先看这房子就是谁的，他得先付钱，谁付了钱谁先得。哎，我们也带银行卡了，我们先付定金好不好？老公爸妈没意见吧？同意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那这样，哎，如果你们那个决定了看好了，那咱们马上签意向书，签了意向书这房子就是你们的了。哎，既然吧人家这小姐已经看上这房子，咱们就成全人家。反正我是没看上这房子，总说看不上。不是不是，别这样，那个咱现在不是成人之美的时候，也不是较劲的时候，咱这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啊，是不是？别再演双簧了啊！刚才他跟你在那儿挤过眼那时候，我都看见了。啊啊！什么？我什么意思？行了，别吵了，定金我已经转过去了，你看一眼。啊！不好意思了，小邵啊，我这哎。5块钱的微信，哎，哪有这么便宜的？你们这样的房子，给我100沓我都要。我跟你们讲，啥？他们俩是一伙的，这个不是我托，不是郝美丽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干嘛呀？你转错了吧？演砸了吧？真是的，把戏被拆穿了，你就别转了，你。真是，怪不得老百姓对你们房产中介没有好印象。我今儿算是长见识了。之前觉得你们这些爱瑜伽大品牌有信誉，今儿怎么样？我看你们是没信誉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老伴儿，走，走，不看了。对呀，老伴儿，不是，老伴儿，你让开，你要是不让开，我马上打电话给工商局，别告你们欺诈。不是阿姨，我还说不是你妈，我刚才真的差点相信你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买房太不聪明了，你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我说实在的，说实在的，骗子！不是骗子，这骗子不是这样，太骗人了！哎，不能这么骗人吧？这事我知道，骗子，真的！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这么少呢？你郝美丽，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生气了？我就是觉得这一单你做下来会很困难，想帮帮你。再说这套房子性价比它确实是很好啊，你说他们一家人预算紧紧巴巴就那么点钱，也只够买这套房子，所以我才想背后找个人推他们一下，哎，刺激他们一把，这房子不就买了吗？你这是帮我吗？你能不自作聪明吗？我只是想把这套房子诚心实意的推荐给我的客户，
我好不容易在我客户心里建立起来的信任，全让你给毁了。你这么做，你让客户怎么想呢？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？这只不过是一点点的，销售技巧。谁让你自己那么笨，反应也太慢了。我一直在那给你眨眼睛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要是反应的机灵点，房子卖了，现在合同都签了。卖房子是我们的工作，也是我们的目的。只要目的达成了，至于这房子是怎么卖的，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结果。你想要什么结果呀？站着挣钱跟跪着骗钱能一样吗？你以后离我远一点。谁跪着骗钱了，小朋友？我一金牌销售传授你点经验，你还不领情你？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把我叫出来了呀？我想带你来感受一下，我每天早上上班前啊，都会到这儿喝杯咖啡。每天早上呀？对。尝尝吗？啊。怎么？好苦啊。加点糖吧。谢谢。可以吗？嗯。好。我听个电话。怎么了？程真真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你还有没有点组织性、纪律性？啊？咱俩怎么说好的？做搭档守则第一条，在一起时不看手机，不在一起秒回信息。你干嘛去了？谁跟你约好了？我什么时候跟你约的这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现在约定的，行吗？说话啊！嘛呢？我跟姐俩喝咖啡呢。哟，那是谁呀？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了，原来你一直跟这家伙在一起是吧？不是，我就奇怪了，你跟他有什么说的？你说什么呢，邵鹏程？我警告你啊，以后不许乱说话，听到没有？怎么着？那么着急找我干嘛呢？你别告诉我六人看房团的事儿你又搞砸了。对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你一晚上没睡，辛苦找的房源让侯美丽给搞砸了。啊？他带了一托，让人发现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发生什么了？不过这事儿吧，话说回来也不能全怪侯美丽一个人。那男孩他妈呢，也确实觉得那房子有点小，一室一厅，这两家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凑首付，最后连一张老人的床都买不起。可是他们家的预算也就只够买这样的房子呀。是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心里吧，就有点不舒服。这家人吧，确实总是吵吵闹闹的，那俩妈呢，也不是招人省心的主。我觉得你再劝劝他们吧，能找到这样的房子真的很难得，而且这房子真的很适合他们。不是，我难去。陈真，要不然你把房子户型图发给我，我肯定有办法。哎，邵鹏程，我晚点跟你说啊，我这儿可能有办法。什么意思？对呀，是你说我怎么忘了呢？空间设计就是你的强项。但我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你工作？当然不会了，所以你别担心了。谢谢你啊，景然。不客气。程程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来这种地方吃饭了？脏死了！走吧，陪我去吃西餐吧，我请你。吃什么西餐啊？我现在就觉得这馄饨好吃。我说不让你跟我来吧，你非得要来。你不想吃，你就先走了。我不走了。那既然你喜欢吃，那我就试试。怎么样？
是不是很感动？哎，你别啊，你别为了我试来试去的，就吃碗馄饨不至于，想吃就吃，不想吃就不吃。我不喜欢一个人，就是潜移默化的被他改变，这是我愿意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喜欢一个人，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啊。你看见他的时候就会特别开心，看不见他的时候呢，就会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如果被他忽视了，我就会特别生气。要是看到他跟别的异性在一起，我就嫉妒的要死。喜欢一个人，就会心甘情愿的为他改变吗？对呀，我对你就是这样的感觉。前面我还觉得你说的挺靠谱的，最后一句没有了啊！你别老什么都为了我，为了我，不是咱们俩没可能，当朋友不挺好的？你怎么老纠结这事儿？我知道，但是我洛祖儿的至理名言就是：喜欢一个人就要勇敢的让他知道。吃吧。喜欢一个人，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啊！你看见他的时候就会特别开心，看不见他的时候呢，就会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如果被他忽视了，我就会特别生气。要是看到他跟别的异性在一起，我就嫉妒的要死。程真真，平时我总说你傻，其实我比你还傻呢。真真，你看这个房子，卧室在南，空间较大；客厅在北，空间较小。所以我想把它卧室和客厅的位置调换一下。确实哈。晚上睡觉也用不着多少采光，但是白天却一直都在客厅里活动，所以把卧室和客厅对调一下确实更合理。对，像这样的老房子层高都会很好，都可以达到4-5米左右，所以我打算在这个小的卧室里面引入日本胶囊房的概念。我会在部分空间里面把它分割成两层独立的空间，这样上下两层都可以休息。一层的床头边还可以设计这种可以折叠的桌板，你不需要使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折叠起来当做一个床头柜，如果你需要书写或者阅读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它展开当做一个书桌，用起来非常方便。就算以后父母来小住，或者有了小的宝宝，都可以住得下。如果只有夫妻二人在家的时候，把二层这个床板撤掉，空间就会显得大很多。这个设计真的是又巧妙又实用啊。这间朝南的客厅呢，我打算采用魔方家具，就是在需要使用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随意组成沙发、餐桌、床等等，这样实现整个空间里的多功能性，方便使用。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种魔方家具呢？因为这个魔方家具是我刚刚研发出来的，还没有大批量的投入市场。真的？对啊。那太好了，景然，谢谢你这次的设计。我觉得客户看到这样的设计一定会非常开心的，这一下就可以满足6个人的需求，真的太棒了。真真，你先别着急，这个设计我还需要再深化一下。其实我一直觉得呀，房屋的面积的大小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它的实用性。你就像日本啊、香港啊，他们所有的房子的空间都特别小，但是它们使用率又特别高，所以我特别看重这点。还有，以后能不能不要再写小了？之前一直是你在帮助我妈妈，帮助我，现在我能帮助你这么一点点，我很开心的。表现不错嘛，还知道及时汇报啊。干嘛呀？少鹏程，
景然这次可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，他给我们那套小户型设计了一个特别棒的方案，我现在就把图纸发给你，你赶紧约客户看一下，跟他们解说一下。我相信啊，这个房子啊，他们看了之后肯定会喜欢的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怎么光表扬别人呢？你怎么不表扬表扬我呢？啊，我也辛辛苦苦的帮着客户选房子，带着客户看房子，是不是？如果交易成功了，我就是没有全部的功劳，我也有一半的功劳吧？你怎么不表扬表扬我呢？行了，带客户看房子，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吗？你表扬什么呀？我现在马上把图纸发给你，你好好给我研究清楚了啊！要是这单再跑了的话，我可饶不了你。但是要是这单做成的话，我回来好好奖励你啊！挂了。我说完了吗？你就挂。来吧，喝杯咖啡。谢谢。他们还在讨论呢。嗯。谢谢你啊，这次。真真，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意大利继续深造和留在这里发展吗？一方面，我希望能够学习到西方的设计理念和了解到最新的装修材料，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世界级的视野。另一方面呢，我很喜欢西方的房屋设计理念，房屋内的结构和布局都是应该以使用者的功能性为第一标准的。那些哗众取宠的设计，我觉得是给房子本身带来负担，给居住者带来负担。在这样的设计当中呢，采光和空间的要求达到了极致，大量的留白让居住者可以感受到宁静和放松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花这么多时间去研究小户型了，你是选了一个最难的切入点去体现你的设计理念，让那些小房子的业主也能体验到住大房子的感觉。我越来越明白你的初心了。其实这么多年啊，我一直都在关注国内居住者对于室内装修的需求，我把它当成一个课题，不断的在研究在突破。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大城市里面土地资源越来越少，那种小面积的住房变成了刚需房，如何能让居住者在同样的面积里能够感受到更大的空间感和舒适感，这样的话也会更大的增加他们的幸福感。你刚才也说了，我是战神泰坦，我怎么敢不去了解我们自己国家的发展呢？竟然你从来都没让我失望过。这回的六人看房团啊，让我更直观地去感受到国内对于室内装修的需求。我相信他们以后会是我最大的服务群体，所以我接受这个挑战。真的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接受爱与家的邀请，跟我回国工作？真真，明天晚上我有个客户想邀请我去参加他的晚宴，要不然你陪我一块儿去吧。你来意大利也有好几天了，每天都在工作，要不然我们去参加一下，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小假，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至于爱与家合作的事情，我现在已经找了一个猎聘的猎头在帮我进行分析，我相信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。那太好了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竟然这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啊！我在说什么？来，阿姨，哎，小心台阶啊！好好好。又来了。来，阿姨，里边请。里边请。叔叔里边请。邵先生啊，我们全家六口人，你给我们每个人打了电话，非要让我们再来看一次房，你最好有一个新的说服我们的理由，否则就是在浪费大家时间。是，中间又不是你们一家，本来经过昨天那个事情，我们已经不相信你了，我们只是觉得这个房子对我们来说有点鸡肋，你说买吧有点不甘心，
不买吧，我们这点钱以后连这样的房子都住不起了。于小姐，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，你们二位也不容易，这父母呢一起攒钱帮你们买这套房子，你们俩肯定希望父母能常过来住一住，就算是每天下了班还能吃到妈妈亲手做的菜。只不过这个梦想有的时候和现实一做比较做不到，那索性也就不说了。这房子只要他们小两口能住下就行了。哎呀，跑了这么多天了，我算看明白了，年轻人在这个地方打拼多不容易。是是是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谁不想过那种三世同堂的日子呢？可是有时候现实它不允许，没有条件呀。亲家，你刚才也说了，只要他们俩好也就没什么了，所以我觉着呀，也别计较了。哎，那个阿姨，咱也不至于想那么悲观，既然我能让你们再一次来，就说明啊我找到了解决的办法。叔阿姨，你们过来看一眼。走。世界带着哲学的预感，现在给你们介绍的呢是魔方家具。哦，是个床啊。这就是一张床，上面有平台，这是一个可旋转电视，在那边可以看电视，这边也可以看，这边躺着床。对，这是一个利用魔方家具形成的立方体，这个立方体起到的是储物功能，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，就是可以当做楼梯用。哎，那可以上去，你看。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上面这个空间了，也是利用这个多层空间的设计，在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里就可以实现三个起居室，这三个起居室呢都有独立的空间，这样就解决了你们家最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父母一起来住的问题。叔阿姨，橱柜方面呢我们设计了一种叫做吊柜升降式橱柜，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橱柜死角的空间，而且还能很方便的拿到高处的东西。哦，这个设计太好了。这个啊，鞋架呢是立柜内旋转式鞋架，正反斜角置物板充分利用了鞋跟与鞋间差，而且呢在这样同等的空间内，这样的储鞋量增加了50%。哎呦，全放进去了，全家人的鞋都能放进去。然后在这个鞋架旁边呢还有一个隐形换鞋凳，用的时候把它放下来，不用的时候很方便的就能把它收回去。而且啊叔阿姨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在这个房子里呢还有一个小孩的独立空间。我们考虑到未来田先生跟于小姐有结婚生子的愿景，所以在卧室呢设计了一个可移动墙，随之有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供孩子使用。墙体中心开孔，为的是方便家长可以随时观察孩子的活动状况。哦，这个有创意，这个好，真是能想到的都想到了，就是太好了。卫生间的设计呢是干湿分离，分为洗漱区、卫生间还有淋浴区，这样呢会比较干净方便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个房子主要是运用了空间几何重建和部位拉伸，让实用性最大化，并且不失设计感，实在是太棒了。这房子还能这样设计呢，太精致了，真是精致是精致。但是小少，我有个问题啊，那我们的预算会不会就上去啊？对呀，就是啊。确实，这样的装修一定会比普通的装修呢贵那么一点点。嗯，但是你们放心，这个价钱呢不会超过你们的预算。我这儿有一个改造预算给你们看一下。哎呀，叔叔阿姨，连带上家具总共是30万左右，这个价钱可以供你们参考。哎呀，太完美了，太神奇了，就能实现这么多功能，而且感觉面积上大了50%。是啊，因为我们两个可以住进去，爸爸妈妈、公公婆婆，我们一起住进去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，都能住下。哎呀，小少，让我们怎么感谢你呢？没想到你给我们想的这么周到，
这个设计简直是太好了。亲家，定了呗？定了。佳怡，这事儿啊，我一个人可完成不了，这是我跟我搭档，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师，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。Set us to collide.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.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 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.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. You've become my only star. Where it'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. I follow wherever you are.Baby, I won't let you feel afraid. I'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. All these memories won't be erased.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. Hey,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's getting close. We can't deny it's real. All my life searching, now I know I found.Future.